Good morning. 今天花姐打鸡血了。啊，你打鸡血了，对不对？管住管住。嗯。然后昨晚发疯一样的。死都不要睡。尿了，妈妈鼻涕是装死成功了呀！啊，装死成功啊，不死了啊，不死了！花姐今天从昨晚开始就发神经了，处于那种极度癫狂状态。昨晚11点醒来以后，估计可能妈妈哄了2个小时吧，我哄了2个小时了吗？抱到那个爸妈的床上，然后他依旧癫狂，可能就好一点，小睡了一小下吧。今早继续练，他爸爸已经救我了。然后今早继续练，就早上也睡觉没睡过。我跟爸爸今天早上跟战场一样的各种僵尸打小怪兽。是什么？不是奥特曼打小怪兽，小怪兽在这里。对，然后我们昨天晚上他很闹，然后爸爸妈妈跟他周旋都很饿。然后昨晚我跟爸爸不约而同的想吃麦当劳，后来想说，最后妈妈良心发现，觉得半夜不给他喝奶，似乎我们有什么资本吃麦当劳。然后后来我们就决定今天午饭吃麦当劳。今天讲。然后 Charlie 只能啃他的成品辅食，你不能吃哦，这个太不健康了。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不要批评我们，这是偶尔的，就这样。那吃你的三文鱼配西兰花好不好？这很好吃的。你看他真的很开心的吃成品辅食哦，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看见了吗？好啦，爸爸妈妈要吃麦当劳了，就这样。也美美的睡了一觉，心情貌似变得美丽了一些。你要去哪里？爸爸快看住他。嘿嘿，就感觉这么有爱。感觉正常的花姐的影子有点出现了。恶魔花姐应该可以走了吧？你觉得呢？快去弄好，然后给他换个尿布。哦，是不是直接换那个尿布了？对对对。然后我们下午要去带花姐去游泳，这是花姐第一次去游泳哦，不知道会如何。我感觉爸爸要抱不动花姐，你觉得呢？鸡巴掉到水里，他啊啊叫了嘛，掉下去，录进去了。This is the plan。哇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花姐喜欢刺激，对不对？她喜欢暴力加刺激。掉下去了，等我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那我爸爸坐起来。花姐美丽的笑容。站住，稳稳的。稳稳的，稳如泰山。你不如在这泰山压顶吗？啊！当心脚！当心脚！啊，他渴望出门了。出门！把他抱去外面。好。啊好，我们要准备出门了。小花第一次游泳，好紧张啊！好，我有了安全感。他一定要两脚着地啊！这奔跑的女子的节奏啊！站立的人。啊，怎么了？太阳比较，今天早上好怕，有点怕。现在应该很爽。
说两岁之内他还是都还是会有点记忆的。他胆子可小了，我看到了，下楼梯就吓死了。那边有个小黑鸟了。现在命在这儿好，在吃晚饭。小花小姐姐特到飞起，我今天游了泳，后期还不错的。对，然后反正今天就本来想去吃 Fred 的，结果命不够好，命不够好。然后妈妈在吃各种瑜伽沙拉，那拿个彩椒给你吃，拿个彩椒给你吃。然后爸爸跟颁奖大人在吃，在吃三明治。今天特别来宾第一次出镜，有没有？靠托颁奖大人的服务。上来，没头。可以了，我不想露脸。我们今天在学校有计划去游泳。但是不能拍摄。哦，是，对，只要是游泳池不能拍摄。对啊，所以后期，哦，后我前面有偷拍了一点，不过后期那个他已经克服了对水的恐惧。我们要吃饭了。